用心计较换盘出，会无输量输输来，未注球赢的太监王丁，必须宁静王朱世贵，换名行清，要辅助阵中的李金龙。虽然靠着不计我的心算来找到黑龙票，也不过人算不如天算，就在金牛要将朱世贵的黑骨龙袍带入龙穴的时阵，阿嫂啊、甲阿勇啊，偷龙转凤占了龙票，黑龙千军转世朱一贵一出世，黑龙的煞气就逼着朱阿勇的两个母仔囝，一个死一个起笑，下鞍放囝金牛，带着幼主朱万界来夺主府城，做了七年的乞丐，朱家的大房新妇阿六啊。因为贪着赏文，被人家禁在西楼寝。在天后宫的将来，金牛一贵甲朱万界，因为不计我的孙啊单兵的出现，出来失散。一时之间，朱万界叫斩昆五杀，落入王丁的手头。为着要保命，朱万界只好改称为王凯，挑工移花接木，将一贵改称为朱万界，引开王丁的对手。朱万界、朱一贵两个半身龙袍的囡仔，各占半座的江山。黑龙的煞气注定了朱一贵甲朱万凯两虎争王、双龙抢主的死局，识破单兵甲不计我祖孙啊关系的这个王丁，为着避免杀主求官的代志来招劳风声，王丁决定要借刀杀，以太师金牛甲小王爷做条件，来放出阿六啊，找到假称王凯的朱万凯，等来甲阿母聊。一鬼啊，朱一鬼啊，阿伯讲阿我，嘛只不过是骗你一摆出世。你说放一个笑的，让伯讲阿我过七年，啊，实在是自作的不可解围啦。妈祖娘娘啊，啊，我是搁爱直接过到第当时才会出头天。杨金柳、朱万凯，这急速、急速，给避开！慢卡叫啦！哎呦，你是慢卡叫啦！哎呀，慢卡叫啦！啊啊！慢卡叫啦！哎呦，是阿母的声！哎，天桥，天桥啊！天桥。哎呦，生命是这个狗！哎呀！这摆运势运差未咯？哎呦！你要紧无？有听无？啊，不管你好好笑笑啊！你袂用个笑，我予你害到变成残废，你也袂向我讲道咧。你袂用个笑，你袂用个笑，你才笑的啦，像是笑，不笑上好。阿母，你甲看清楚，我是你的大媳妇阿六啊。哦，你会认得我无？我是阿六啊，阿母。嘘，较细声咧，我还用安尼讲，大家才精神。小，阿母，你阿勇已经死啊，伊毋是阿勇。你甲看清楚，我是你的大媳妇阿六啊。那是西瓜，这不是阿勇啊啦！喂阿勇，喂阿勇，勇哥，你先搞掉去！喂阿勇，歹查某歹人，我惊用我，喂阿勇啦！歹查某，
你骂我歹查某，感觉你的目睭内，干那恁后生，拢无我这个心腹。我囝用我来骗查某骗人，把你的囝害的。我为着恁主家，哎呀，我大无志，好人掠去关亲你，一支好好的脚。让你的心不害到残废，竟然你的目睭内，只有你的囝，无我这个心不，我不甘愿，我不甘愿。阿你话实在是有够字，拢怪别人，无咧怪家己。当初若毋是因为为着钱，哪会变到安尼生？小一死，大家起笑；小进带囡仔去赌死。这讲来讲去，拢是因为伊贪所得。这个阿嫂亲目睭看到因囝死的目睭前，就安尼精神不足，起神经。这种的不幸，让人看到真动情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，我的，我的，阿母，阿母，你是安怎？阿母啊，哎，阿母啊，阿母在创啥？你给我放，阿母，你给我放啊！害阮阿母，别叫，伊无死，无死，无死，伊只是昏去尔。搁再讲，若无杀伊，你以为你今有一处痕？你搁话，敢有活命机会？是。想要成富贵，就要下死功夫。你搁话是刚坐一只船，想要活命，只有你我合作。先离开张家的人才说，跟你合作。张家来啊，赶紧现身。臭小子，谁叫你杀他？他没死，他可以救秋林，你金牛，哪会敢出恨？臭小子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哪知道他跟你金牛两人的事情？我是我讲的啦，杀人嘛是我决定的。你为什么要杀？你敢去学袂记哩啊？你金牛啊，佮有阮阿母有不共戴天的杀猪之仇。啊，阮阿母若无死，你金牛伊要哪会出现？陈大人，敢讲你袂记哩王大人叫咱阿母了的目的？好啦。这次是为了要引出你金牛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也不过阿介若有甚物代志，都要经过我参详，唔通大做大意。听到无？有听到啦。詹大爷，你放心啦，阁说了啊一件代志，绝对会经过你的同意。哦？甚物代志啊？请你离开这。请我离开？对啦对啦，除了王丁以外，阮小即摆上惊的就是你。你若唔走哦，伊看到你伫遮，伊要哪敢出现？哼，恁这两个想要用调虎离山，好啊！恁爸就徛关山看马相谈，等你金牛这个贱人若出现，才隆重把你结果担上。啊是安怎？啊你歪走？爱我走？无问题。也毋过我警告你哦。恁两个成果是唔通甲变鬼变怪，要若无，我就予你亲手亲手。
林奇，是。我跟张坤秘在边仔偷看，但安尼做，唔就白白了工。啊，那安尼要安怎？敢讲大个目睭金金，看阮阿母死哦？既然偷说啊，偷动身躯嘛爱动，除非你想死，要无上好卖顶人偷开尸体。啊，不过伊嘛是阮大家呢。你唔是讲伊顾囝无顾你，命只有一条。刚刚一个在你背死，有人来啊！紧把衣服去收我卡。哎呀，老东西啊，老东西，你是唔通怪阿伯讲啊，我无要救你。若要怪吼，就怪讲我较衰，你较歹运。去当地一个甲恁孙同款，有帝王命格，唔正经。哎呦，伊个煞气遐尔啊重，我唔敢救，我嘛无才调通救你啦。唉，为个开公道的哦。哎呦啊，这个朱万开这个唔正经哈，啊你九岁年纪心肝遮尔啊粗残。哎呦，灵工哦，你若做王吼，八公啊，我绝对无要甲你斗三公，你袂好死，袂好死，袂好死。像。像你那么啊！像你那么啊！嘿嘿嘿嘿！啊，刚才一世界也无人，哪有人在骂你？你莫这么乌白我，你人惊人是会死呢。紧走，探视兵无人，快紧走！紧走！好好搞死囡仔嘞呀！没有恁爸讲我撞着，然后恁爸讲我撞着哦，拍到你脚床变两边，讲到你头壳变血起啊！哎呦，卖阁继续骂啊！看老东西有安怎无才对？啊哈哈哈！好佳哉，也阁有淡薄仔开智的，先该叫精神才去讲。哎呦喂呀！什么人把我打啊？你想啊？你哪在这？阿嬷阿嬷，阿嬷来这再会。阿嬷，阿嬷，你跟清醒啊？阿嬷，阿嬷，阿嬷，是不是你抬伤阿嬷？哎呦，那人不是我抬，人不是我抬，我是哦，土地公，土地公啊！你是讲土地公抬伤阿嬷？我阿像啊！阿老话啊！是草蛋，是阿做的太郎。我都不是讲托你讲台，我是讲我。是你台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是阿做的台生我阿妈，还我阿妈的命来啊！不是你好事啊！哎呦，俺到底哪里惹怕了？我怕了，快点！这囡仔，我实在真害，歹人无带救人的方法，台哦，实在有够衰，种瓜生菜瓜，无要插面啊，算。土地公保庇阿嬷才无死。那是你啊！你这个无良的臭土地公、臭土地公，
我阿嬤有疼著一下，讓你照顧到變成安尼。你都甲人做啥物托著狗，我做啥物好著正事？拢是你啊，拢是你啊！你这个贫惰的土地公，无知我这么尊重你。我阿妈嫁你，你煞把伊照顾剩一点仔开始，你还阁有面甲人坐当遮个收休费？你应该好袂将军三千里啦！哎呦，冤枉冤枉啊！我今来找妈祖娘娘斗三工。哎呦，拜托的妈祖娘娘，我不爱奉法飞去将军啊，你得爱救救溜溜，无我真正去将军三千里啦，拜托你啦，救我嘞啦，妈祖娘娘。两汉人土地，唔免得嘞，亲切。多谢妈祖娘娘。妈祖娘娘啊，你来你真多好，跟我来去一转啦吼，来去啦。你去倒位？拜托的啦，你去甲迄个花灵仔囝讲一下啦，唔通真正甲我发飞去冲军啦。为神修好为应劫，此乃利益花灵之劫数，本着爱慕命中。是啊，劫数，哎呦，这要哪有可能啊？我嘛只不过甲伊骗一摆尔。人我搁甲伊斗三工呢，甲伊顾阿妈顾七冬的呢，迄无功劳嘛爱有苦劳，搁再讲，我吼嘛只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仆人，啊，因两个囡仔囝，好一个是皇帝嘴，啊一个是王爷命，一个话要杀，啊一个搁讲要救，我要哪会超会病？既然如此。交在家官何在？你有听到妈祖娘娘在叫人无？对啊，咱今日去。交在家官参见妈祖娘娘。交在家官到汉门土地游览，名义顶做老先翁渡难过劫。是。你办事拜托。事拜托啊！一念开，度万灾；一念起，度万难。老土地，望你佛心宽宏，佛道自然平安无灾。多谢妈祖娘娘金口开示呀、啊！阿伯公啊，你是爱用安怎甲你斗相共？你尽量讲啦，无问题。对啊，不管是天母贵还是送灾哩，有阮两个专门咧管人间招财进宝，加官进爵财龙同主，绝对无问题。财禄富贵，有啊！人伫咧讲有钱使鬼会下无？嘿嘿，我看安尼啦，规矩吼，你替八公啊我引财入库。引财入库，八公啊！过年才过无外久，你是跋书教，你走路哦？你那乌白讲啊，什么恁爸讲啊，跋书教伫咧走路啊？我是讲吼、哦，要摕这个钱来去乌西。啊，乌西哦。咱罗汉门这阵脱离公伯，哪会想到讲要找钱去甲人乌西？人会用个安尼做，也神嘛安尼做。那呢，阿伯公啊，敢真正是有影失信过？招财进宝是伫咧管财库，敢真正会甲阿伯公啊找钱咯？要若讲阿伯公啊找钱，毋是行正道，那安尼是毋着比人佫较乌？啥、啊？三租金？阿伯公啊，你是讲你要阮甲地公去水济三租金，煞水贵？对，就是迄三租金啦，嘿嘿，非得咯，迄死贼仔布即嘛都死甲无半个啊，迄钱头咧嘛是无路用啊，嘿嘿，啊你着替八公啊做一下人情咧，
让一贵啊吼得到三百撮的金啊，到时阵伊若欢喜，就会收回伊的口禄，恁爸官我都唔免去上军啊里咧。嘿，问问问，虽然灾苦，虽然求啦，哪有人是命第一替人救在你的咧？嘿，就是啊，路途白是天注定，食穿坐穿嘛是做好好的啊。应该是会知吼，早晚拢会来啦。若毋是会知吼，你叫阮去倒位，把别人会知来入面哭，袂用的啦。啊，毋过我甲恁讲啦，迄吼台江的积水济，迄买租金，迄是强盗迄工抢来的钱财，啊，即嘛都无人要挃啊。安尼啦，拜托的啦，予八公仔来去做一只功德的啦。做功德哦，我听你在放生屁啦！搞死囡仔嘞！你敢袂恁爸公仔咧放屁？本来就是啊，唔是喏，你看，大工结济三租金，三坎点砖装壁梁。六运主财随用得，三时调机得出金。看到无？迄三座金属于一百年后才调机的。我知，我知。啊，恁都晓讲这是一百年后的代志。啊，恁着先借八公仔来去镭一下。啊，非得去买另一件，啊，无可能活到一百年后。啊，一百年后已经。着安怎？不安怎，不安怎，哎呦，拜托的啦，招财啊，加官啊，啊人伫咧讲，求人需求大丈夫，啊若济人需济急需务，拜托的，你唔着看伫妈祖娘娘的面子上破一下咧。是。只要吼，你有迄尾灵啊囝咧改变主意，拜托我去充军。我哦，保证恁逐工会当咧揢鸡腿、吃鸡筋，哈！无八公，我甲恁跪啦，我甲恁跪，拜托的啦，拜托恁啦！哎呦，我无爱起来啦，拜托的啦！你若无甲我斗三工，我即摆是死路一条，我甲恁拜托啦，吼！好啦，我就破例甲你斗三工一摆，也毋过找补助的口诀，我敢会当讲一摆哦。一摆就会当救我的命啊！紧讲紧讲，你听好哦，三坎点砖扛平山，大楼淹袂着，小楼淹三笑。三坎点砖扛平山，大楼淹袂着，小楼淹三笑。嘿，这款所在世间哪有？我是要去倒位找？天机繁华，机缘尽。有闲吃甜，无闲吃食。阿伯讲啊，因讲啊，我拢讲，找有找无，就要看主意鬼的造化。也毋过，你毋通讲招财无提醒你，你千万袂当用法力帮主意鬼得到金。啊那无，啊那无会安怎哈？天机不可留下。阿伯讲啊，像你讲的，救命要紧哦，时间宝贵哦。你、你。嘿，嘿，恁即嘛是咧创啥？无创啥，无言做你啦！哎呦！老东西，好佳哉，还阁有淡薄仔气，赶紧嘞，用我一点的精气，甲迄元神护住，才阁讲。人若有命花条的吼，什么代志拢好参详。迄个灵仔囝，迄个受伤的灵仔囝走去倒位啊？哎呦，你咧唔正搞死囡仔哩！啊，为着你一句话，八公安尼装甲变唱歌，哎呦，你是甲我困甲流嘴烂。袂堪即挂情影，哎，一句啊，听清楚啊，八
八公啊，即马要祝你发财，啊，你耳通话好来，甲我听好在。祝一跪听者，我乃罗汉文徒弟，今得祝你三坎点钻三座金，望你详细听好真。三坎点钻江边沙，大楼阴未着，小楼阴三笑。以此考官六得宝，紧急收回长官兵。狗屎囡仔，狗屎啊！我讲到这，你是有听到无啦？狗屎囡仔，你若吼得到宝藏啊，爱收回枪骨的命令，有听到无？哦，哇！你实在袂堪这挂气啦！狗屎囡仔，另一件唔当困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天要光啊，天哪光哦，我得爱上军，安尼要安怎？喂，狗屎囡仔，紧来紧来，三更点钟刚爬山，大头阴未着，小头阴三笑，紧起来紧起来，莫搁困啦，起来！哎呦！喂，哎，困到一只那大猪，醒着我都叫袂起。好啦，归去送福，甲你送上天，出一个手，甲你送到位。住一跪，要得三座金，你就对我来行。我即马吼要带你来去乌宝藏，都唔要带你去死，你只爱啥啦？你想啊？我讲你无事无事，要带我去乌宝藏？狗屎囡仔！我拄只伫咧耳孔边咧讲甲大细声，你拢无听着我咧讲话是无？哦，头拄啊伫咧我耳孔边个草下面，讲啥物江边山大楼小楼，迄就是你哦、喔。对，我就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真出名的罗汉文土地公，人人拢叫我阿伯公啊。别来死人头啦！我才想要找你算账嘞，我阿妈惊你，你煞家己照顾啥呢？我嘛无法度啊，啊，迄个人伊甲你同款是。是啥？夭寿啊！差一点啊，鼻孔，迄老上天机是爱抬头。你讲啊！哎呦，我讲，迄个人哦，甲恁阿妈同款是痟的啦。痟的。对啦，啊，你去找到迄个人哦，嘛无路用，啊，非得恁阿妈嘛只不过受伤尔。人我哦，用真气解护住元神，伊起码无虾米代志啊。是讲拜托的啦，你原谅阿伯讲啊，这摆莫甲我发配去充军啊啦吼。袂记，安尼我阿妈唔着白白，互你当作棒枪枪咧耍。袂记，哎呦，莫安尼啦，那我今仔去专工哦，要找你来去乌宝藏，都是要保上你的呢。安尼宝藏咧，那无看到宝藏啊？迄宝藏哦，就是伫个三坎点钟江边山大楼阴未着，小楼阴三笑的所在呀。什么意思？我知。你敢讲你要保相我？保发财，保生意。为着要让朱一贵收回充分的口粮，罗汉门的土地员工是加紧脑汁，想要来悟出三座金的口诀。也毋过三坎点钟江边山。大楼阴未着，小楼阴三笑的三句口诀，和数百个罗汉门的土地甲朱一贵，两个人伫三坎点钟的江边啊，找规半工，也是找无这个所在。三坎点四
界拢是沙，连迄粒沙也是沙，这是什么口诀？根本就是咧骗人的嘛！江边沙，大楼淹袂着。啊，我知影啦！哈哈，江边沙就是这栋江边山的山顶啦。山顶。啊，山顶的山，免讲嘛，大楼淹袂着。安尼讲，小楼淹三尺的小楼，唔就是山顶的溪流水？对，山顶的溪流水。大楼的楼是流水，小楼的楼是溪水。才会大楼淹袂着，小楼淹三尺。大江加水济，全部地一定伫个山顶的溪流边。对，跳跳跳。哎呀，天要光啊，无时间啊，缀我来！啊，我要飞啊，我惊我会熟死啦！啊，你惊你会熟死，我若无乌着报，我着冲骨的冲死，无时间啊，紧来去！我袂熟死啊！啊！啊！你看啦，小老阴三笑就是这。小老鹰三笑，真正是小老鹰三笑嘞！好啊，莫讲啊，这无时间啊，赶紧的对我来去。哎，呀，阿伯公啊，这个暗暝摸，这看起来无严谨嘞，咱是不是行唔着路了？搞死囡仔嘞！这大江结水济，算起来是土匪啊窟。哼，当然嘛暗暝无，无去做菜来，敢会点一拍天啊火，报人知是无？土匪啊窟，免惊啦，迄是一百年前的代志。但遐个菜啊报甲土匪啊，拢死甲无半个啊，骨头拢会当拍鼓啊。骨头会当拍鼓。你是安怎啦？阿伯公啊，这是啥呢？这就是死人头。死人头！啊，死人头！啊，臭一丢啊，臭一丢啊！苦贪财，富贵全是命里该。大江结水三足金，远近从来一柜开。有缘到处无缘得，必然着积德做金。主一柜，此财不该你得，非分之财不该贪。别坑啊！别坑啊！你是安怎会讲这黄金不是我的？我乃江边山山神，方明看破三足金，主一柜，此金无你的份，速速退去。你贵啊，你贵啊！我看咱先来当家去讲啦吼。不爱啦，我要摕着黄金，我才不爱回去。老大会龙退。罗汉门土地依法犯法，以身犯受贿赂。贪非分之财，即刻提起复职申请，发回北京城外残尾村为残尾土地。看到三足金，真正是念囡仔嘛贪心。古早人一句话咧讲，情不自禁，也就是讲。只在你的目睭前，叫你莫提，迄实在真歹入。打罗汉门即阵托你讲，予人判去北京城做参头参尾托你讲。那安尼，罗汉门即阵托你讲，毋着重注失踪。咱较早的人是安尼讲，讲人毋通伤冲动，一神嘛袂用个太冲动，则袂亲像即阵托你讲，真正是
六金兼破风。咦，那有叫阿宝？敢讲？嗯？啊，惨啊！你要抽一刀，你要抽一刀了！哦，你个小啦！听到啊，吼，死好，死好，死好，听到。阿妈，你的胸哪会好起啊？对对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人我吼用真挚来互助完成，今嘛无什么代志啦。惨啊！我还偷得公平降低枪棍啊！哎呦，哎呦，疼啊！你别怕，你别怕，我今嘛就带你去找阿妈。我的哎呦！才会你降低枪棍，我注意过，等你的面头前对天就抓，过路新兵兵教，我注意过等天就抓，只要我有能力，就算是分身碎骨，我也一定要甲罗汉文土地公救回来护城，恢复伊的性格。让他手提元宝甲如意，端坐福地椅，受人间修会千万年。土地公伯，土地公伯，是我唔好，是我唔好，土地公伯。今生笑你福分命，黄阿尾顶枯玉断，青红青白顺天命。Yeah!
是单品。正是，是小夏亲目睭看出李金娘去阿母家，含个大家甲伊个囝相认。大家，你是讲迄个卖阿小查某？正是。那呢？李金娘后生是毋是叫做王凯？王凯，伊并无活过去。是毋是你在场的关系？这，毋是，因为我伫个真远个所在。安尼讲起来，李金娘甲王凯真是无关系。我想是袂啦，因为一个七八岁囡仔，心机应该袂遐尼重。嗯。大人，你敢是真关心这个囡仔？这个囡仔真巧，看起来相貌堂堂，将来必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大人啊，你笑下无主。王凯这个囡仔，佮佮你遮尼有投缘，而且恁两个拢姓王，这生来嘛是缘分啊。大人，不如你就佮收起来做义子，将来嘛通我有效哩，佮毋是嘞？这代志以后慢慢再去讲。眼前上重要的，就是爱想办法对付单兵甲迄个简历。大人，台阶唔免用甲牛刀啊！你唔是拜杨金柳过啊？咱就是一箭双雕，叫杨金柳先煞甲单兵，神不知，鬼不觉。不用的，单兵好歹关键嘛是在心，卡输即马甲伊拄掉。敢是惊动掉的，安尼对咱一点好处都。那恁大人，你的意思是？杨金柳不是讲过，主家甲金娘为着要抢迄口良田，闹得不可开交。你是讲迄个七星对地迄个火良田？嗯。哼，伊竟然气住不。必定是为着朱万凯，伊对这个良系这么重视，这个风水阁是单兵的阿公做的，咱不如来一个望头攻心，破伊风水，逼单兵甲金牛自投罗网。秦王城一座魂，文武兵印代代枪，奈何一望上分界，丁财福禄马分下，天罡八卦去。你阿爹卡细了，这就危险了。阿母，阿母来呀、啊，阿母，吃饭啦，阿母。你别动这个鸡肉水啦！你走啦，你走啦！阿贵，阿母，我无老母啦，你别动这个白莲子啦！阿贵，你听阿母讲啊！我别听啦！当初阿母是不得已的苦着，才放阿母走。阿若无，阿母来跟我做客，就无死个在遐流浪。既然已经知影。是安怎阁有面当来认囝？一贵，朱一贵啊，凡事有因才有果，好歹伊拢是你的亲生老母。虽然生你无饲你，但是人咧讲母仔囝连心，你着较认真诶，好好听你阿母解说。我袂听啦，我袂听啦！恁两个一个是放阮放假的歹查某，一个是偷阮阿爸的感情。我为什么就要听恁的？
台湾府城知府，大清天子御史四品王鼎，当日月顶天地，蒙头公室，阴府蒙魂朱阿堪，蒙国孤魂朱叔贵，两姓共一魂，一魂两状乱阴阳，一姓朱阿堪，生离贱骨，不安贱命，第一罪。无灵无福，占人两业；第二罪，罗占子魂，败德失义；第三罪，愤怒判你七寸当中顶蒙头，四时天雷击蒙顶，站军。阿母呢？你阿在来讲伊？你阿在对伊？你唔惊有天谴？我才唔惊诶！卡叔若有报伊，就先报这个帮人帮家的歹查某的身上啦！你这个囡仔，你真正……放下！当真若领昂，去！你安尼是咧创啥？我才唔准你拍阮朱家的子孙。阿嫂，免锁啦，已经去用锁七年啊。阿嫂，无唔对，我是伊的阿嫂，也就是朱家的大媳妇，嘛是乎这个查某，把我害到去用关七年的阴禁里。这都嘛是碰你的福气，予你知音的结果啊！安怎？阮主教你害到安尼乱鸡散体，敢讲你还阁无满意？今仔日阁带一个做官来阮家要创啥？是要欺压什么人？也是要阁爱什么人的性命啊？阿嫂，等待您，您莫误会，伊毋是这个意思。是啦，阿嫂，你莫误会啊。人讲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你今年甲阮主家有恩怨，你是无法度拿插手的呢，也嘛无法度拿替出头哦。无，阿嫂，邓大爷毋是为我出头，伊只是伊是你的上好的呢，也是你的客兄啊。阿嫂，你哪安尼讲？我甲邓大爷是清白的呢。哎呦，笑死五百多人！一个会害俺放囝的查某，还搁离家出走，七年后，搁带一个查甫来这里亲门大户，安尼搁有迄个面，通好甲人讲你是清白的哦？能讲啊，是吗？清者自清，搁再讲清白是啥人的心头？这七年来，恁姨娘甲恁阴心转无，你咪阿讲伊甲本官是不清不白呢？香火迷人急在心，一声官威血梦前，蒙古孤魂朱叔贵听者，如今你在阴，我在阳。我拜王侯圣人座，
天命已绝，福分尽，梦想孤凉乱乾坤，本官梦前开东心。看你当尖定心坐，再判乌花难望头。当尖气力血中人，乌后血绝你子孙哦，尖落。是。放火！乌后血破王头。上处金龙不开口。莫讲十秒，就是百秒，我也死你。百秒，王大师，你讲真的是的？绝不虚言。好。王大师，太好了！龙虾两下，阿魂冰天，这。阿凯，阿凯啊！惨，有人破血断粮脉，破血断粮脉，脚踏七千刀钢步，手拿宝剑八斩量。紧嘞，来两个扶起阿姐。七灵会为我看，十方圣旨听我言。我今开口万灵脉，天若有灵是应验。再用天道一点火，到底是神还是鬼？雷公会讲我这个才讲，是要紧？不管是神还是鬼，只要能破除的，小人再加五百两。哈？五百两？人讲爱拼才赢，无拼袂出名，明明惨惨都给撩落去。再用灵角一点红，点落梦珠退仙功，主角就有假心志，赌气用心下九重。紧张，紧张！Thank you.
三支重针五毫钱，化了血量血，蒙头公心，刚好到新贵朱家两家一梦相魂的温。人伫咧讲祸毒不食子，为何量血一半？金牛反倒转来用血炭过后，化了朱一贵的红底嘴。起笑的阿嫂也清醒，金牛是要安怎面对阿嫂啊杀主败家的怨恨？一心赶紧杀出来王金，为何要认朱万凯做客件？朱万凯敢会认贼做伯？什么是一剑破高贵？马祖是要安怎做半身破袄半龙袍的朱一贵，脱去破袄换龙袍，成为台湾皇帝阿母？被发配充军的罗汉门土地，是要安怎异地重生，转来罗汉门？各位师长兼我贴的好朋友，唔知影对这出戏你的感受安怎呢？凭良心讲，这是阮六年来投资最大，也是大天后宫最用心甲阮收集真实的资料。这是关于咱台南真正的历史，希望阮用心做，你会当关心甲阮收看。继续要感谢的当然是这一集的赞助单位。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咱。台南书记大天后宫所有的参事人员，上届感谢的是主任委员，咱的林明宪主任委员，实在是真用心、真打拼。也搁要感谢的当然是咱副主任委员，这是詹吉仁先生。也搁要感谢的，这是咱市府的林清堆林参事。也要感谢，这是咱查某人关心协会，咱的最美丽的观世音，这是吴春吉，吴春吉。也要感谢吼，这应该讲是我个人足欣赏的，足有自卑心的马祖立委陈秀卿。也搁要感谢，这是咱嘉义仁义中学，咱的主任是陈瑞旭。也搁要感谢，这是咱南天幼儿园。艺术学校，咱的校长是吴伯承。上届感谢的是真正咱所有吼，甲我帮忙的人，也阁有是咱东方艺术团咱的朱团长，这是一个多样化、国际化的表演团体，非常感谢各位师长兼嘛听的好朋友。假使你若真心伫咧关心咱即阵的妈祖，即嘛正伫咧修建中。千家土万家人需要你的协助，对妈祖的回馈。假使你若毋知影，你着敲电话来阮公司，阮会详细甲你说明。也若无，咱着来去大天后宫甲伊询问看卖咧。阮的电话来伫遮伫遮。师长兼外头的好朋友，你看，阿祖今仔日有水无？我要回到我的老巢啦。这是咱台北松山夏威夷时尚婚纱，我足感谢吼，我的好朋友闵聪贤老板提供我这么好的场地，和我伫遮主持，嘛感谢吼，因的查某囝吼呢，今仔日哦特别甲我造景吼，今天我们感谢我们的妞妞为我的造景，可是我的好友陈杰。也不马虎哦。今天跟我打扮是不是比较清纯、比较可爱呢？如果不好看，就是我们的摄影师，我觉得颜色有一点怪。唔通袂记哩哦，下礼拜哦，咱这出历年阮台湾剧院的大作哈、哦，一定爱看。阮的坟头公审下集一定爱看。阿祖等你，礼拜三再见。